的。等一下，阿姨录一下。来，阿姨要跟你请问，你今天为什么肚子大大的？因为我们要当妈妈。哦，那你肚子大大的当妈妈，妈妈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哦，那你要怎么孝顺她？帮忙做东西。好棒哦！你今天做了什么？香菜薄皮卷。哦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谁教你的？老师教我的。哦，那你知道现在五月是什么节日吗？母亲节。很棒。那你要送妈妈什么礼物？作品。哇，就是把今天这个饼带回去给她吃，是不是？哦，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吴雨桐。吴雨桐，哎，我又找到你了。我每次都找你。